好了，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我的世界啊。我们现在玩的叫火焰墓主生存村长篇，好吧，咱们现在以这个市政厅啊，这个村庄市政厅为中心啊，咱们把这个房子呢一点点盖起来啊。你为什么不去睡觉去啊？你这傻站着干嘛呀？走啊你啊，它是可以给工具啊装备附魔的啊。我看看他们都不睡觉吗？是没有房子吗？还是不是没有住的地方吗？这还晚上还干活呢。他叫牧师啊，他是可以给村民们治病的。保安队长，你晚上看书，那周围你不管了。他说需要床，看到没？他没有地方住。这边呢，我都不想要了。其实，好吧，那我去看看啊。我怎么又饿了啊？把这些都给扒了是吧？这样啊，咱们攒点钱吧，先把弄一个六人间出来，全是二人间。这样啊，床我是有，六人间的标识我没有。那我去换钱去呗。我看钱够不够啊？这么乱的这儿，刚把房子拆了是吧？六人间我去买去吧。他们需要什么头顶上会显示有时候啊。是你吧，给我来一个六人间的房间，这个卡片够够够，来个这个吧。六人间放这里能行吧？我看看啊。不是这个，什么声亮了，好使。那就放床呗，这儿就有点挤呀、啊。那就把这儿拆了，就是让他们先住着呗是吧，然后再说。OK， 然后这个栏杆我看看啊，这绿宝石是我的吧，掉下来了行。然后我打算是把这再开开点，这不有点太挤了呢。我看看啊，行吧，我先放六个床呗是吧，让他们搁这睡就对了。 OK， 这儿睡一位。 OK， 然后这儿再来一位，然后这儿再来一位，没了吗？一个两个，总共四个是吧，还差两个床。我怎么这么饿呀？咱们应该把仓库啊 也给弄这儿来，不应该扔这里边是吧。这边给弄个兵营啥的得了是吧。我看看我有吃的没，这里拿点。吃的有是吧，给我羊肉。行吧。然后我干嘛来了？我把仓库弄过去，然后把床弄过来。我看看啊，我看看行不行啊，先把这个标识拿走啊，得告诉村民们这怎么回事是吧。仓库呢我打算再放二楼行不，放二楼方便，一楼方便。我看看放这好使吧啊，先看看标识行不行。 OK， 这样呗。是吧，都放在一起，这房子不大吗？包使。那咱们看看放上面行不行啊。这儿啊不一定好使啊，不亮。它好像啊，一个门呢能控制一个地方，这属于一个门，看到没？那这样的话我再开个门，这已经是有那个现成的那个什么了是吧。那我这怎么弄啊？把这拆开，再放一个。那这怎么能放呢？门的旁边，我看看这样行不行。这个规律我不太清楚啊，它就是不亮。那我还放过去，老能听到僵尸的声音，那就放这儿吧。我反正我也习惯了啊，亮了。那就拿床吧，一点点来呗是吧。 OK， 六人间。那就说白了，反正初步觉得好像它是一个门框啊，放在旁边是可以的。村民们上这来睡觉呗，床摆的太难看了。这样啊，抠掉一个，这再来一个，这抠掉，这抠掉，利用率不怎么高是吧。这样啊，这样有僵尸的事，这样啊，啥玩意儿。那就好吧，原来就应该这样啊。然后呢，咱们把没用的设施啊放这儿，放点水，当痰盂儿啊，当厕所。OK， 还有什么设施能放一放？弄一个破箱子，箱子这儿吧，就大概那个意思吧，是吧？不一定有啥用啊。这没人来住吗？其实这儿呢还可以弄成房间啊，这边再扩大一点。不过呢，标准间就是最大就是六人房。OK， 可以吧。我怎么是老是饿的状态？他来干嘛来了？哎呦，我看看他干啥呢啊，发呆一点。这样，然后呢，这地方好不方便呢，咱们把这给糊上啊，把村民们想来回走有点麻烦。OK， 哎呦我的妈，这盖成这德行啊。当然啊，大概这意思吧啊，先清一清。他是德鲁伊，看到没？他催熟农作物。再来一下，树没长出来你大哥啊，什么玩意儿。 OK， 我看看啊，他是交易商人啊，金胡萝卜、羊毛可以卖钱。真不太方便，小伙伴们。这个二楼完全就是荒废的状态啊，这二楼咱们怎么能弄一下呢？给它弄个门，弄个门框，然后咱们再标识一下，这应该是市政厅上边是吧。然后把那个仓库啊咱们放在这儿是吧。行，那咱试试，门是现成的啊。这样咱们这个这样呗，用哪个好一点，用这个啊，这儿呗，躲开啊，不行，这样啊。 OK， 把这儿抽掉。哎呦我的妈，我没有那个木头啊，是这个吗？这色还不一样。我看看啊，这样呗，然后把这敲掉啊。那我这整个得糊上吗？还是怎么弄啊？得呀，我放门看看啊，看看好使吧。这样，放吧。我看看把那个牌放在这上面，它会不会亮啊？
他只认门框，好像是市政厅跑上面去，是吧？不怎么常用啊。这个牌啊 ，OK， 因为这么大的房子啊，就这么用白瞎了啊，这样啊。然后市政厅，钥匙亮了，亮了，亮了，你只认门呐、啊？那我要把门框卸了呢？不是，把门卸了，不亮了，看到没？只认门啊，这样也不行，他必须得在门框的旁边。OK， 那就把这敲了吧，得给他们弄点凳子是吧？然后这个踏板来吧，这还不行，只能放这。OK， 然后呢，栏杆没有吗？然后我要把那什么拿过来啊，把那仓库拿过来，那边地方大呀，多放点箱子也可以。我的妈，给我，你们别当害呗，烦人。这回看看行不行啊？一个门一个设施，或者顶多俩设施，好像是。哎，亮了亮了亮了，哎，就舒坦是吧？他们爱放哪儿放哪儿，然后咱们尽量是放一个地方，那有个炉子，哎，可以啊，都挪过来了，尽量都凑在一个房子里边啊，行吧 ，OK， 这也亮是吧？行，然后给他们准备点凳子啊，有一个他们过来了，放哪儿呢？放这里了，行，然后咱们就把那个东西都倒腾过来呗，我的妈，这是咱们当兵营，我那意思啊，别的啥也不动了啊。看一下绿宝石，全是破烂，这个扔了吧，扔了。来吧，管啥玩意儿呢？快给我，火把不要了啊，还有啥？这个不要了，这个锄头、剪子，这是必备的啊，剪子。剑有一点，这个剑怎么还坏了？扔了，我不要了。还有什么？镐子，肉得带着，总之别的还有啥？桶可以扔这儿吧？还有什么东西啊？还有点羊毛，这样吧，行，差不多，斧子。可以了啊，小伙伴们，把这些东西呢都送回去啊！哎，这就方便了，下回啊，可以，哎，对，给，都给你。然后吃的得放上啊，要不他们该饿死了。过去 ，OK。还有啥？别的没了吧？头盔啊，都可以放那啊。然后绿宝石没啥用了，矿石好像也没啥用了。种子可以，羊毛，铁桶能干嘛呢？可以接牛奶，看见没？行 ，OK。然后咱们一点点啊弄起来啊，有没有兵营啊？没有兵营的标识吗？有这个防御塔的标识，就是让他们到这来站岗来，大概这个意思吧。巡逻的点好像是亮了啊，应该弄个兵营，咱们下一期再弄吧。好吧，小伙伴们，那我们下一期啊继续瞎折腾啊，看一下啊，终于挪过来了啊，不错不错啊，可以。